艾特方出神，看到一个网友提问：中国人是怎么做到每个年龄段都那么累的？我有一肚子话想说，但最终只是默默关上了网页。I was over time，我每天在互联网上傻乐，和我互关一起玩微博。结果玩着玩着，我的互关们移民了、留学了、做事金生了、继承家业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进场了。阿德里南或 K K，Auto k 证明了，结构和抽象才是目前 a 的行业最高价值的哲学。很多 a 的行业津津乐道的能力，比如 Use Case、分工。 甘特图等等都很快过时，我感觉判断两口子感情有个标准。假设你突然中了一个亿，你还愿不愿意和现在这个人在一起？AI 再发展下去，也不用问什么网红景点最出片了，以后都是问什么关键词最出片。我先去生成一些带经链开豪车的素材备做爱的网友。八大行星我最喜欢天王星，它公转自转都是躺着转爱峰。AI 在将来的发展不会忽两个方向，AI 会沿用人类的思维，还是超越人类的思维？ 两种趋势发展下去，都有毁灭人类的风险。前一种方式可能让人类死的比较安心，后一种方式可能会让人类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爱田峰，我从小不怕吃苦受难，最怕的是被人误解，那种被冤枉的感觉特别难受。偏偏往上往下又总是免不了各种误解，所以总是想要为自己辩白，但这些解释的效果非常有限，往往因此陷入更大的烦恼。也就是到了这两年，才从这种对误解的焦虑和变白的执念中解脱出来。 现在总算明白了，误解是人际的常态。有一些误解是无心的，但也没法解释清楚，因为别人不是自己，更不是上帝，没法开全知全能的视角。还有一些误解根本就是存心的，那就是陷阱。你解释就是自投罗网。一个更关键的错误，过度的解释之没有意义，是因为其实没有人在乎他，不在乎你的人也不会在乎你的解释。真正在乎你的人，更不会在乎你的解释，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本身，不是你的解释。 所以有一个真正在乎你和你真正在乎的人是多么重要。长话短说，与其费劲去解释，还不如把这时间用去寻找建立在理解和信任之上的真正在乎的人。老罗语录：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，只对法院才有必要解释。